我拍视频是有团队的，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一个人是如何拍摄的。首先调整好支架，拍一个我扛着锄头往玉米地里走过来，然后拿锄头挖了几下，挖完之后快速的过来点击暂停，再调整支架，拍一个挖地的特写镜头，挖了几下之后去捡杂草，然后按暂停，再调整支架，点击开始，拍一个我正在挖地的近景，挖了几下之后呢去捡杂草，并且做出一个丢杂草的假动作，做完过来点击暂停，接着再调整支架，拍一个我要丢杂草的特写镜头。拍每一个镜头我们一定要按顺序拍，每个镜头都要衔接得上，千万不要嫌麻烦，你的镜头越多层次感就越好，别人看你的视频才不会有视觉疲劳。我们再把支架调整好，点击开始，这里拍一个我正在除玉米草的远景镜头，拍完以后点击暂停。为了表示时间的流逝，我们拿着手机拍一个空镜头，最后我们再把支架调整好，点击开始，这里拍一个我扛着草要往回走的一个镜头，走了一段距离后放下草，快速的回来，点击结束，收支架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剪辑，我们现在开始剪辑，点击开始创作，找到提前拍好的视频，像这样按照顺序给它导入进来，点击添加，先把原声关掉。现在来拖动视频条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我是从这里开始扛着锄头走的，点亮视频条，点分割，前面的准备动作点删除，继续来拖动。当人物在这里除了几下草之后，好，这里要过来了，我们往后退一点点，在这个位置我们点亮视频条，点分割，这样后面是多余的，点删除。第二段视频这里开始除草，当锄头在这个位置我们点亮视频条，点分割，这样把前面是不需要的我们删除掉。特写镜头我们给它保留几秒钟就可以了，哎，我们在这个位置点亮视频条，点分割，这样是后面不需要的，点删除。第三段视频我们来继续剪辑，也是同样的剪辑手法，我们掐头去尾，保留中间的想要的精华部分。好，人物在这里开始除了几下，我们点亮视频条，点分割，把这里不需要的删除掉。然后啊，这里除了几下之后，这里是一个扔草的一个假动作。好，我们在这个位置点一下，点删除，然后这里是扔草的一个特写，当草将要入镜的时候点亮它，点分割，前面不需要的点删除，继续来拖动。好，这里人物的手将要出镜了，点亮它，然后点分割，后面不需要的点删除。剪辑视频就是这样简单，我们掐头去尾，保留中间我们想要的精华部分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除了几下之后我们点亮它，点分割，后面不需要的点删除。这一段视频是一个空镜头，我们只要中间的部分，我们把前面的两边呢给它删除掉。好，在这个位置我们也一样的给它保留几秒钟。接着是一个人物的一个近景，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点分割，前面不需要的点删除，继续来拖动。好，人物这里擦汗结束又除了几下，我们在这个位置点分割，然后后面不需要的点删除。最后一个镜头呢是人物，哎，除草结束。好，我们从这个位置点亮它，然后点分割，前面不需要的点删除，这里除草结束。好，到这个位置，哎，好，我们点亮它，点分割，这样后面就是不需要的，点删除。那么这段视频呢就剪辑好了，下一步呢我们再给视频我们调节滤镜，我们找到我们的滤镜，我们选择一个滤颜，然后看到没有，颜色立马就好看了。哎，我们把这个数据给它调到50左右，然后打勾，接着我们让滤镜条铺满整个视频条，哎，让它铺满，前后检查一下，前面也给它铺满一下。接着下一步呢，我们再给视频我们添加录音，我们点击返回，再点返回，找到音频，一个录音，我们长按住说话就可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名农村宝妈，2024年普通人依然可以做短视频。好，说完之后呢，我们打对勾，再添加背景音乐，点击这个音乐，我们选择这首《人间烟火》，点击使用。好，添加进来了之后呢，我们要检查一下，看到后面有没有对齐，没有对齐的情况下给它对齐，然后把多余的音乐给它分割掉，然后点删除。那么这段视频呢就剪辑好了，下一步就是高清导出，我们点亮倒三角，然后分辨率不变，帧率码率我一般都是拉到最满的，然后点导出，一起来看一下成品效果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名农村宝妈，2024年普通人依然可以做短视频，还是有机会的。
但是机会需要行动，命运是需要把握的。很多人问我说，做短视频还有机会吗？记录生活是不是很麻烦呀？我看你每天都是拿着支架跑来跑去，还要找各种角度。也有人说我不务正业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对于我这个没有文化没有颜值的一个80后普通宝妈来说，能够靠短视频带来收入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